你说台湾的观众朋友们呢哦，都非常怀念我们呢哦。对，你怎么会喘成这个样子？给我救救我！哎，你这样呢哦，啊，他太做作了呢哦，你们看看呢哦，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哦？不是，因为碍于这电视的尺度，哎，那尺度你不能露点。对对对，你说我做作。 我是礼貌了，来台湾做节目了，我们必须不能够露点的呀。你说我做作，我就绝不离熊布怪怪的。你的熊布怪怪的，我哪里有呢？我是礼貌了，来台湾做节目了，我们必须不能够露点的呀。所以两位呢，对我们的电视尺度非常的了解，而且身材都练得非常的好。不过今天呢，是你们的算是同样同一国人嘛，韩国的这个天团来嘛，对不对？韩国的天团来嘛，对不对？哎，陈柏雷哦，哎，陈柏雷哦，哎，喂，所以我就问你一下，有没有带来什么礼物要送给他们？礼物呢？有，那当然没有呢，没有，哎，我们都是自己人呢哦。前面我们有人送吃的，对不对？有人写字啊，有人拉那个不知道什么东西要被抬出去啊，对不对？你们没有送东西吗？哦，不是，怎么讲？我们也是他算是他们的前辈
一下的，本来要逼的，但是因为你们这段呢，其实我们最后都会把它剪掉，所以这段可能因为时间长度够了，可能在播出的时候没有你们这一整段了。也就是说，我的头可能是白晕的。对对对对对，有可能。就跟白晕是一样的呢。真的肿起来，他刚才一敲肿起来了。真的是这样子。既然肿起来就不怕了嘛。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你想干嘛？不要这样。好，谢谢库龙，谢谢。我们麻烦把这个拉回去，拉回去。这边稍微轻一下，谢谢。老麦，快搞，谢谢，谢谢。雷龙波，多谢唔该。好，现在呢，所以当然贴心的准备礼物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就请队长韩庚来开一下这个礼物里面到底什么。宣传哟，我们都躲在那个里面等他们好多天了哟。不行，过来哟。这脚要动一下哟，很痛哟，就是特别要给他们 surprise 哟。因为今天我们知道来到台湾哟，就是因为这个节目，我们 Super Junior 的舞蹈被台湾人全部都大家一起跳，从警察到计程车司机，全部上上下下，全国大家都一起跳 Super Junior 的舞哟。就是因为这个节目有，所以 Super Junior 非常非常红有。有一点声音有点烧瞎有。
眼睛看起来绿绿的，好像在泛青光了呀，有点累哦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很开心哟，我既然是队长哟，一定要做一些队长才能做的事情哦。什么事情啊？我可以随便乱 Q 人，随便 Q 谁，没有错，就要听我的话哟。真的一时不想出来，我就觉得你是不是要去看医生了，好不好？大家已经录到快四点，我很兴奋哟。可不可以快？你这个当红的团体，我是队长哟。好，我就随便 Q， 我随便随便就韩庚你哦。另外一个随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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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东海你哦。好不好哟？我们大家一起来叫。我们最出名的收礼收礼舞，好不好 ？OK， 但是要跟大家讲好，你们两个哟，好不好？我们在台湾，我们有稍微改过哟，好不好？我们这个完了以后，就直接接哒哒哒哒哒哒，好不好哟？好不好哟？因为中间有很多这种的，我们比较不会哦，好不好？有一大堆这种我们不太会哦。哦，这你就很会哦。好吧，直接接这个完了就打打打打 ，OK 哦。我已经想过八次了，快点。不好意思，我做梦梦给你们表现哦，你们在前面哦，我们在后面就好了哟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了，好不好？那个周富成老师，周富成老师，拜拜。银鹤东海舞蹈 PK， 到底谁会赢哟？最